的身份和使命。抱歉，请和我走一趟吧。不要抵抗，轻而易举。凌拉传指法，无罪吧？以为有神阿拉魂不会放我？凌拉传指法，无罪吧？请鉴于我力量。就停留在现在，哼，这就是我的信念，我的决意。我本想和平解决，轻而易举。这就是你的结局，还没结束。不要抵抗，凌拉团指法，无罪吧？这是我的力量，请鉴于我力，这就是我的信念，我的决意。就停留在现在。有谁在呼唤我？不要抵抗，别想逃。轻而易举，这就是你的结局。胜利了，我的表现还不错吧？世界不再是从前那个平稳的世界，我也不再是从前懵懂的我了。曾经我与你有过一次分别，现在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。李元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守护他人果然是一件很帅气的事情。